什么事？我看你总是闷闷不乐的，身子不舒服。要不要请郎中啊？没有，我这不是挺好的吗？姐姐，衣服也在这儿。姐姐，花圃里的花都开了，很好看了，我们一起去看吧。快得，快陪你姐姐去玩玩。我看她气色不太好，想必在房中待久了，去吧去吧。哎，姐姐，走吧。我不去。哎呀，走，对，咱们。
天下午这样，真是也瞒不住你。你每天茶饭不思，他才走几个月，你就成了这个样子。那要是他几年以后回来，你还不成老太婆了？他走，你一定要好好保养自己啊！你这么不吃不喝的，等将来姐夫回来了，你成了个老太婆，人家就不要你了。小姐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云儿，夫人病了，她想你们，让我请你们去一趟。姑母得的什么病啊？重吗？看看吧，我身体不适，不想去了。哎呀，妹妹，你就原谅姑母吧，她对我们是不好，可能是过去的事了。不管怎样，她毕竟是长辈，反正表姐又不在家，姑母太孤单了。走吧。啊，小姐，你要是不去，我不好向老夫人交代。奴婢求小姐了，何德走吧。两位小姐来了。哎呀，这就好了，这就好了。来坐，坐，给小姐她吃的。姑母，别忙了，别累着了，坐下呀。来，哎，大门相迎，不知是何意啊？但要看我高不高兴。说吧，你又来干什么？公主为何这么生气？前日里你与皇上形影不离，忙得很。听说你纵容皇上愚参淫女，都是你干的好事。原来是为这事儿啊，我都已经听习惯了。人们都说公主家是巨乳之地，武技可以宫廷比美，我是闻其名未见其实啊。公佳丽在，让何德过来一下。是，真拿你们没办法。你们这些男人呐、跟馋猫似的，心里想着美人，眼睛啊还盯着美人。公主唤他前来有何吩咐？公主有何始终想看看你。没事。哎，是赵飞燕乖乖的回避关中侯，听此。吾皇万岁万万岁。皆吉神朕喜的二妃不可不贺，可于承明殿设宴，举百官以助朕谢。